最近的这个碟片也重返了哈。嗯。情绪大一大来，那怎么办？嗯。身体式的都有这个碟片吗？啊？身体式的都有这个？对，身体式的都是靠这个，都是靠这个。其实，传感器一般有三种嘛。三种？不是两种。啊、哦，传感器。传感器、啊、还有力矩传感的。力矩传感的一般是日韩市场比较多一点，韩那边比较喜欢力矩传感。好了吗？暂停一下。